我们很多人啊，在学佛当中啊，不能了解正确的道理，也不能让这些正确的道理付诸于行动啊，所以他们就会啊，不能在内心求得永恒的安详和宁静。所以学佛人要寻找真实的心态和内心的智慧，要寻找一种真实，这种真实就是让自己能够心安理得，能够让自己俱静。很多人为什么学不好？他因为没有智慧，只是表面的念诵经典，象征性的外在的行为，而不能正确的净化自己的心啊。所以没有念心，师父经常跟大家讲，念经就是念心啊，你的心没有净化，你哪来得到这个净果，我们说干净的果实啊。所以人为什么会看错这个世界，就是因为他是内心不干净啊。啊，所以智者啊，是了解真理啊，因为他遵循真理啊。学佛人因为想了解真谛，因为他想知道般若，所以能够学到一个真理的含义，实际上要靠着内在的理解、悟性和真理的实践之力。所以很多人说你学佛什么都懂，但是你没有用在你的实际行动上啊。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们的心洁净，所以没有一切不良的因子在自己的内心当中，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啊自我啦、愤怒啦、贪欲啦、骄傲啦，便不会呢啊被外界所害，你心才是自在，所以才是自己做主。所以很多人自己做出来的事情让自己匪夷所思啊！你修行到底为什么？你真的理解了这个修行，你应该乐在其中啊！啊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今天打坐，你独坐在那里啊，自己一个人，别人从你的行为当中说你是很孤独。实际上学佛的人他知道，我的内心正在清净当中，我正在调愈自己的身心，我非常高兴的在安静的生活当中关照自己的一切。这就是人对一个事物的理解的不同，因为每一个人对佛法的理解都是不同的。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啊，我们做人啊做事，一个人几十年的生命，想一想睡觉用掉多少时间，想一想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花掉多少时间，再想一想等到年纪大了想做什么没时间了，想去做功德了又走不动了啊，各方面都把自己的时间安排掉了。
其实一个人一生几十年的生命，再勤劳的人，他也就是做了三分之一而已啊！啊，你怎么样能够用智慧来探讨和学习人生的真谛呢？你怎么用毅力来安排人生的时间呢？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生命非常短暂，要加紧脚步，快速前进。很多人还在拖泥带水啊，很多人还以为自己可以这个前脚落地，后脚呢还会跟上。所以昨天的事情还在今天做，今天的事情昨天还在做，把自己的心神专注在昨天，永远过着昨天的日子。学佛人应该昨天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把自己的心神专注在今天。行善要及时啊，功德要持续啊，要像烧开水一般呢，没有烧开之前千万不要停火呀，否则重来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所以经常说的，你们要有慈悲心啊，因为慈悲心就是你内心的清凉地呀。大家要知道啊，慈就是让别人快乐呀，悲就是有同情心啊，能够谅解容忍，在人间表现一份宽心，也就是悲心呀。而有的人呢，整天小聪明啊，所以聪明的人得失心非常的重。师父经常跟你们讲啊，有智慧的人勇于舍得，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了自己一些私利呀，天天活在得失心当中。哎呀，今天我得到了开心，明天失去了我伤心，他的心怎么能够安静啊？因为他永远是想从人家身上得到更多，而不是自己要舍。所以很多人根本做不到无我利他的境界啊，整天在怨恨啊、苦恼啊、贪欲当中啊、怨恨当中啊，在拼命的寻找着自己痛苦，让自己的心啊这个变得越来越难受啊。我们在人间经常突然之间喜欢这个物质或者喜欢这个人，你们要记住，当你喜欢之后，你的偏见就产生了，因为你喜欢你就会怕失去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恨别人，你的偏见就会产生了你恨了别人你慢慢的就痛苦产生了。所以学佛不可以懈怠，不可以无止境的这么让自己懈怠下去，应该急速作善，制止自己心中任何的恶念恶行啊。师父今天跟你们讲句话，你们要记住，如果怠慢心中怠慢去行善实际上你本身已经在行恶了，因为你对行善怠慢，没有积极的去促成这种善业，你已经在行恶了所以想不作恶，你就要积极的去行善，想拥有智慧就要精进的去努力。
所以希望大家在恶业没有成熟之前，赶紧的用善业啊，去慢慢的啊消除自己心中的恶业。师父告诉你们，一善解百灾，灾就是我们心中的恶业，善良就是我们的善业。所以好好的学佛，你才能善始善终啊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好，那么广告之后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。